各位早安，目前你有大师人在湖滨里活动中心偷入打雷击太极。今天应该在他们最后一天了。各位右上角显示 IV 出击降下，是否遇到更高的 IV？ 通过我们昨天的1752，或是前天的1756，有没有降下来？有没有超越了？1737还可以，九球，好，对，没，来水晶，不会太差，可以是来一颗慢雷，这个很老头 S， 他指向某些就是可以出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有。没有 S， 但是没有文字也是真的。摇三下，第二天的第一支。OK， 今天吃早餐上班。OK， 好，今天这影片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咱们明天准备收仓梦卷吧，拜拜。